你不会给我画正面的吧？啊、我可不可以画用个颜色？到底长什么？哦，你为什么下面是橘的？哦哦哦！你在画什么？在画什么？对，对他这个是对，他这个对，对吗？对，是这个。你画，他是画那个俯瞰图，他画俯瞰图。哦哦俯视图啊啊。嗯、不是了，打错了。大蛇哦，这不是不是大蛇舔，不是长这样。哦，大蛇背，大蛇背啦。哦，不，大蛇头是。大蛇头是另一只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，记错名字了，记混了，记混了。啊，这是长什么样子啊？哎、欸，啊 ，sorry， 啊，它长什么样子啊？它长这样吗？你说你第一开一开始招募到的那一只吗？不是，我选卡米欧。你长什么样子？我在选字了，好烫哦！到底？我去 Google 一下好了。啊？叫什么？他叫什么？哦，他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啊啊！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对，好像还有尾巴，是不是？哦，对对对，还有尾巴，还有尾巴，尾巴这样吗？还有圆圆的尾巴，圆圆的尾巴，他头是插头啊。啊，就是讲出来的，头是插头，可是还是不知道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他头好像不是插头哎、欸，你看，不是吗？你在那边歪，他退化，他退化是插头的。我快变那个魔偶了。哦，电击兽。嗯，电击兽没尾巴。有啊有啊，它有一个尾巴。哦，哪有圆圆的尾巴？它是长长的尾巴。长长尾巴。长错啊！柯白来啦，柯白快点啦、啊！不到一小时而已啊，不到一小时啊，十点就关了。要他生日哎、欸，你过来啦！笑啊！娘娘一起来啦！一起来画起来画起来，都来都来，一起画起来啊！我来垫垫你们啊！哎呦，哦，那个什么什么什么，嗯，那什么？画完了。你知道什么啊？等一下，耶！有人在打新名字，耶！我看到有人猜新名字了。我要不要再提示啊？蚊香是什么？蚊香什么啦？哎呦，蚊香什么？你是什么？好不好？啊！再不猜我画牙齿了。画。画牙齿感觉像大嘴符，超音大嘴符，是那个，就是那个什么，那个会吐声音那个新的那个，哦，那个那个火爆怪啊！为什么你知道？为什么？没有，我打出来了，打打打，我忘记了。我觉得这只很可爱，我只知道蚊香而已啦。没有，你把蚊香拿掉，蚊香拿掉，不要再想蚊香了，它根本没有蚊香两个。忘记了，我忘了。蚊香蝌蚪，蚊香蛙，然后配什么？配蚊香，不是以前的，后面就变成被蚊香一直卡住，就进入蚊香就出不来。啊，我弄错了。哎、欸，所以巧克力他们有要来吗？啊，那他生日哎、欸。刚还有说谁？还有谁、啊？娘娘，娘娘啊，娘娘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这个很难画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什么啊？什么啦？这是什么鬼东西、啊哦？我知道了，我已经画特征出来了。有有有有有有，那插头是特征，不是插头。插头的电源，导过来的电钻，导过来的电钻，对吧？你插头插上电源就会转了哦。你可以画肥一点的。哦，那个裂空做的退化嘛，是不是？就爸爸，打不出来。Mega 裂空做是不是 ？Mega 裂空做。再说了，再说。啊，好，我要自己画了。好, 好，不然你要叫谁画？对啊，不然你要叫谁画？羊驼，
What？ 他羊驼就对了。有关于这个形状的，你是皮秃吗？哇、哦！可是你应该还有个地方没画到啊。啊，还有他特征想最后画吧？哦，也是啊，特征要最后画。哦、有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没有办法，方形嘛，可以，可以，是是是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熊熊的大火。燃烧，超前，我太大了，快进化了，会修出。哇，这个哦，这个哦，来来来，我觉得是龙。还有怎么用？哇哇！哇哇快了啦！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看到黑色的猜这个就对了。啊啊啊！你是吗？讲过，看到黑色拍下去就对了。真的啦，猜他就对了。真的，看到黑，你用一个全黑的画面都可以啊。对，不管什么，就是这样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嗯，居然是这个，就是这个系列的，对，这个系列都对啊。你玩这个东西都对，对。对，他最火红，粉丝最多，不行，是不是？来帮你们一个，帮你们了，帮你们，这是最后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还真不知道他里面还藏这一题，这一题很少出现呐、啊，真的很少出现。哇，这个，比嘎比嘎啾。嗯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画画，应该可以了。嗯嗯，找金鱼计划叫什么、啊？金鱼王，金鱼王，金鱼王。嗯，哇，你这次画的还蛮复杂的。嗯，我又忘记他旧名字了。嗯。嗯，这个、哦，哎，不是，袋鼠会水泡，不是啊，那只叫什么、啊？哎呀，会水泡，我就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哎呀，还打错了，哎呀，打错字，墨海马不会水泡哦，要进化出来，不会水泡、哦，我不知道啊，不是马啦。哦、不是吧？那这错，不是马啦、啊！到底是什么名字？哥打呀！那个头很像，啊对啊，可是他没有很像海脚啊，没有脚啊，像海马。不要哭，太害怕。对啊。哎呦！感谢订阅，感谢订阅。原来是海，气死我了！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什么？真的是、啊，真的是的啊！真的这么小事就他了，我猜了嘞、欸！是耶！哇哇哇！特征出来了，特征出来了！特征！哇！你还喜欢的、那個？哇！魔王发威了，厉害厉害厉害！然后我刚刚脑中一直带到我自己的东西身上，还有哇的哈，喵哈拿了什么？喵哈，我是谁？喵哈拿麦克风。哎，等等，哎呦喂啊！哇，这个，它是长这样吗？感觉像那个。嗯嗯嗯，他是谁？这是皮卡丘，毛孔，毛孔，好坏哦！有什么是像猪的吗？像你说的，你在说猪？好，等于很像尼多系列的、啊。我要把那个尼多的，我差一个字了。啊啊！怎么样？好像猪，很像猪哎、欸！很难画哎、欸！
我不管，我要流口水。哦，忘记哪个狼了？不是狼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奇怪，这我刚才怎么这样子？哦，我知道，我还少一个东西。好啦，四个字的。四个字。哦哦，不是，就这个啦。不是这个字吗？哎，眼睛画尖一点。没有丽娜啦，没有丽娜，只有娜而已啦。我打丽娜的瞬间，聊天室也跟我打一模一样。丽娜，哦，是那个丽哦。没有没有，他，我记得是那个呢。可是我记得丽蛋的丽耶，我看，我看的是那个。注意哦，第一个是错字哦，又是错字，又是错字。嗯、然后啊，这个。不是啊，太过了啦。这个有没有印象了？哦哦哦，这，我忘记他的海马系列来了。对啊，我忘记他旧名，不是旧名，他第一个就是错字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是什么字啊？我忘记了。错字，嗯。对啊，他应该也应该出现这个字的啊。到底是什么字啊？忘记了。没有，他的第一个字是他的相在以前的旧名，以前的旧名也应该也是哦。以前旧名是墨，以前旧名是墨，可是他这个、嗯、这个不是新版的也还是墨啊？这个是啊，新版的这个是这个是错拼出来的，不知道。没来吗？谁呀？谁呀？没来吗？来嘛！哦，你打小龙王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！小龙王！我觉得我刚刚打那个没来吗？小海马都行，你又抽到这里，对啊，我上次也都抽到这一题，每次都是我在画小海马。哎呦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这个我也画过。哎、欸，怎么你又画过？鼓励怕，不是，二鼓，不是吧？难道是？不是吧？进化吗？刚刚的再全部猜一轮就好了，再猜一轮，再猜吗？不够，啊？排列组合一下，打这个也是以前名称啊，跟刚刚那题很像啊，排列组合啊，同一家庭的，同一个家庭的，小刺龙，小刺狼嘞，我还小刺龙。小龙王要出现，小龙王要出現，不要小龙王啦，是海马啦，海马，他是海马，是海马，烦死烦死，你怎么没有讲有错字啊？这个有错字吗？错字哪一个？我不能不知道，叫海刺龙，哦、oh, 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海刺龙是现在的吧？没有，一直哎哎哎哎，我等一下也想要。用黑底画白色的哦，这样好像也蛮好玩的、哦。安德干嘛？安德，安德，安德啊、哦、！H I N， 不要啊！这眼那么大，很恐怖哎、欸。是谁、啊？哎、欸，搞不好就是这样子哎、欸。这也太可怕！你不要画笑脸嘛。啊！啊！哒哒！啊！啊！笑死！他贴太近了啦。啥？我们昨天 building 给你玩的，他会热衷你的，只有一个人会这么笑，会冷，抱着他会很冷，抱着他会很冷，你们好厉害哦！你昨天才盖过他哎、欸，哦，对啊，哦，不行啊，昨天没跟，不好意思，我看我聊天这边小刚，小刚怎样啊？白痴哦！哎呦，为什么又是就是这怎么画啊？啊，哎、欸，对我用小石块过的话，抽到鸟啊，好好啊、哦，鸟都很难画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哦，有，我跟你讲，这个，你们看这个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特征出来了，这是什么啊？闪电鸟，谁是大嘴鸟了？大嘴鸟，大嘴鸟，画粗一点，画粗一点。
你知道我要用手机查那个字，真的很像大嘴鸟，太小了。两只翅膀，哦，很难画，白痴。哦，好好好好，哦，猜到了，猜到了。大嘴鸟，大嘴鸟，各为凤凰。哎、欸，鸟都很难画哎、欸。被你骗了，你说是鸟有没有？然后就以为你字有一个字是鸟。你要说雀很难画，雀也是鸟、啊。你说雀很难画、欸，就只有两个猎雀大嘴。比雕也是鸟啊。那你下次说雕很难画。哎哎哎！我直接讲出来。跟吸尘器。就是鸟，又是鸟了。